Centuries of Sequoia. Sequoia is the name of the giant redwood tree. And the King's Canyon. Was this place name? This place name, where we are? We're in the Sequoia National Park. There's a twin park, which is right next to it, called King's Canyon, which is... 这一个叫国家公园，刚才看到漂亮大石头。 野生动物。哈，大石头。 A woman standing up. 刚才去了这个旅游服务中心之后呢，还要开十几分钟车，然后越开越往山里走哈。下边有很多像峡谷一样，但不是特别高，但是这是山区了，绿树。 刚才看到很多中国人都是驾车来旅游。Camping here next time. You could find a place to set up your tent. There's a campground there. Really? Anyway, just down the dock. 来到熟悉的山区啊。 This one's about bear-proof stuff. Bear-proof containers that you can keep food in. 老公说可以露天露宿，但是一定有一个特别的那种帐篷，然后是防止那个叫熊侵袭。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上大学期间，感受一下这种生活，背个大背囊，在一个超级市场，32楼。 亲手用机器，我自己这样压出来的，整个一个大机器很好，摆着一个接一个的那个橙子，这一大桶32，是才六罐九九，真的很好喝，太天然了。英国是没有这种地方的，100%的。 这个叫Village Market，我们刚才就停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这喝的真过瘾，这值得了，值得一喝，很崎岖哦，看这种路越来越崎岖，拐弯。 睡不好，冷了热了的，第二天就难受。我女儿的后边打喷嚏呢，因为她就是说盖的不好，昨天因为她跟哥哥一间房嘛，所以就没法照顾他们。本身就是加强了对自己的照顾吧，所以不掉队哈，在一个家庭里也不能掉队。 照顾他们，但是有很多漂亮的地方，我没法说叫停给我拍一阵，然后这不可能，人家老公开车呢，再不好说停就停，然后不就成了这个专拍旅游公司的这个影片了嘛，所以就只能是在这种机会下拍一些东西给大家。 金黄金黄的，然后还有绿，哇绿哇绿的，湛绿湛绿的，哇绿哇绿的，然后还有。
有些树是很发红的，就是这样构成了这么一个大自然，大自然的图景。中间可以停车，可以休息，看一看风景，还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弯角处可以停一下。对面是最高的一处，怪怪的石头，怪怪的。我很喜欢拍石头，看到这个。其实，呜、哦，旅游需要身体的，光有钱你没身体也没用，有身体没钱也不行。所以，人就是这样，还要出来看看世界，在你真能还能走得动的时候。Seen a bear yet?Is that bear, darling? The mountain. They call the bear mountain. No, darling. There are bears in the woods. Yeah, you can see. No. Accidentally. Very lucky. Very lucky. Oh, 我老公说有可能看到熊，当地的熊。那你就非常幸运的才能看到他们。你有不停的找才行。No, you need to put your seatbelt on. I will.It's very slow driving. Thank you for concerning. Pretty high, I guess. 我们已经越开越高了，应该越开越高。3,000 feet. 我的天哪，3,000米了，不是米 feet， 3,000米 not meter.Feet， 怎么换算？那也够高的了，3,000 feet 是英国算法。Feet 是两只脚那么宽的，就1 feet， 然后3,000那也够高的了。有没有看到熊？哦。熊来了，我。非常非常的这种转弯，非常。要点开车技术，然后还看到一个牌子说 "Slow down for the wild life"， 啊，这上面有两个大熊，黑熊，会不会有黑熊在我们车前经过呢？很难说哈。哦，终于停下来了。Work ahead， 在盘山路上，盘山路上，等一下。遇到一段修路的，就更加狭窄了。公路要修好，要不然也危险，要维修。我们现在已经在相当高的了，相当高的山上，还在继续开。看到了群山叠嶂了，真的很漂亮。我们在盘山道上开呢，我们在国家公园，一个国家公园。狗熊啊，你在哪里？出来让我们看看。看到点绿色，很漂亮的叶子。
这个俺家真有，这个俺家有。It's a massive tree. 这个俺家没有。嗯。Entrance giant forest. Yes. Wow, look this大树 just massive. Goodness me. So that's called the giant. King. What? What's the tree's name? Sequoia. 这个家真没有。This is wow place. 我们说，哇，这是 wow factor 哎，这真的高哎，瞧这大树墩子，大树墩子，你看那车在那这里边开，你看啊，我的天哪！再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等待。我们家人不喜欢你我这样等待，黄岐山的等待，在这里唱是最好的。这个可以称为参天大树，真的是参天。而且现在已经感觉凉爽了，我们车窗也打开了，所以是相对是凉爽很多了。光照进来，哦，另一番美景啊，在现在眼前。美景，你要有美的心情才能看到它。Is there alternative parking down there? 看这三棵紫梅树没？我的妈呀！这三棵挺立，像比大象腿似的。Hello, handsome. Yes, we're fine, thank you.Possibly, yes, next journey. This place is far. 这种树种是世界上长到最高的树，就奢曼呢，奢曼。有的是两棵在一起，有的三棵在一起，有的是独立的在一起。那个树身的颜色，古铜色的，奢曼。先开下去，然后再坐他们的这个小巴士上来。圣曼 tree 那种车就是。thank you。哎呀，太棒了，拍一个。外线的光线，我现在晒得像不像印第安人？我是印第安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印第安人。